时事焦点，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每周一期的时事焦点节目。本节目由韩国湖西大学教授、政治学专家全家林主持。全教授将与两位嘉宾一起，就一周来的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而广泛的研究与分析，帮你了解最近韩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局势。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还通过韩广网站提供视频服务，欢迎您收听收看。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焦点》，我是全家林。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那个13号启程那个飞往那个巴黎，开场为期那个9天的欧洲之行这次呢就是访问了法国、意大利、梵蒂冈，还有比利时，还有那个丹麦等进行的那个一个国事访问和正式访问。这次的那个访问地方特别多，而且内容也非常丰富。今天的那个《时事焦点》节目呢，就是围绕着那个文在寅总统就是寻访欧洲的那个背景和那个意义进行讨论和分析。今天特别邀请的是两位专家，一位是那个时事评论家，就是徐明基先生，另外一位是那个自由亚洲广播电台首尔特派记者刘春红记者给我们点评。两位好。崔老师好。首先刘记者啊，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本次这个欧洲之行的一些日程，非常多吧？这次是9天，你刚才说过是9天哈，是文在寅总统就任之后最长的一次这海外巡访，他是13号到21号他这次呢访问国家呢有法国、意大利、梵蒂冈、比利时还有丹麦。在比利时呢，我们会参加就是这个亚欧首脑会议，然后这次呢是他在上次访问朝鲜和美国之后，时隔半个月之后，出访的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一个访问。他是13号到法国的到达法国，然后呢在法国以后呢14号在当地会见我们的一个侨民，然后呢参加这个还有一个防弹少年的演唱会BTS 的那个表演然后跟那个马克龙总统呢举行首脑会谈，然后呢16号呢就是前往意大利然后他是在法国时间比较长，然后其实呢到罗马就是意大利的访问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梵蒂冈在罗马的城中城嘛，到那边去就是拜会教宗然后这个他文在寅总统和他的夫人他们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对这个总统伉俪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可以参加那个弥撒然后他是一个梵蒂冈的一个国务卿亲自为他们举行的一个弥撒然后也是为韩国的一个特别的弥撒所以这个非常有意义然后呢他18号到19号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亚欧首脑会议然后在这个亚欧会议上呢文在寅总统呢将会有一个演说，另外他会会见这个一些欧洲领导人，比如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阿姨还有德国首相等等默克尔然后他会20号到丹麦参加全球绿色增长目标伙伴关系的一个峰会那是那个丹麦发起的一个一个皮斯基的一个会议然后呢从丹麦然后返回国家，因为有一个这么地球这么一个自转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是我们从13号21号其实呢实际的行程呢只有7天一个礼拜是就是
一共是九天，不过是七、七夜吧，是吧？七夜九天，太远了。是啊，对，而且访问的国家也非常多，早上访问一个国家，晚上又去一个国家，是这样啊。那徐先生啊，就是这次那个欧洲之行的背景，你觉得是什么呢？那背景呢，因为这个目前这个半岛局势多少缓和了一些，但是呢这个美国呢还是在这个加大对北韩的施压力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韩国的立场上呢，因为想要跟这个北韩呢要改善双边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国际制裁呢这变成了一个阻碍因素。那么现在呢这个韩国提出的一些方案跟美国的立场呢好像是有些部分呢不太融合，对，不太融合嘛。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访问这个欧洲的几个国家呢，因为这次访问的欧洲国家里面呢有一个法国呢是联合国这个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嘛。那么在跟那个其实除了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马克龙以外呢，他还要跟他还跟那个谁呀，英国的首相也欧亚会议，对对。那么英国呢也是这个常任理事国。那么你现在说中国和俄罗斯呢是好像说支持这个半岛这个无核化，然后呢也希望能多少缓和对北韩制裁，对对对。那么美国现在不是，但是呢这欧洲这两个国家英国法国呢一般可以说是跟美国站在一条线上，对，比较亲密的啊，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欧洲呢比较关心的在半岛问题上他最关心的就是北韩问题上最关心的应该是人权问题，对啊。还有呢就是他怕这种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会偷偷的卖给这个中东国家，这些问题就比较，对，因为这地缘相起来应该相隔太远了。但是呢他也是很非常关注这个半岛的和平问题嘛。所以那么这一次呢文在寅总统去了，那就希望呢能够使这些欧洲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像法国啊像这个英国这样的国家呢能够在这个缓和对北韩制裁问题上呢能够多多少少的呢支持这个韩国方面的这个立场。因为这个韩国现在文在寅政府现在提出的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以这个无核化为前提，就是以促进无核化为前提呢希望能多少缓和对北韩的制裁，那么缓和了以后呢就是叫他彻底的实现这个无核化。那美国呢是不是这样，美国是呢一定要先无核化，对，然后再缓和，在这里呢也多多少少有点冲突嘛，对。所以韩国呢这次韩国总统文在寅呢这次去了，除了这个一些双边的什么合作，经济方面的合作也好，什么外交方面的合作也好，什么在什么绿色方面的合作，气候方面，这些东西当然这是很一般性的嘛，那最主要的这一次要去的背景呢就是希望呢能在这种欧洲一个公开讨论的这种场合里面呢提出这个韩国方面的这个意见啊，当然这个没有说是能得到积极的反应，但是呢既然提出来了呢以后呢如果说北韩能够多多少少采取一些所谓的实质性的这个措施的话呢说不定欧洲国家呢也会支持这个韩国政府的立场。总的感觉好像韩国的立场跟美国的立场好像不大一样，是吧？大原则上应该是都一致的，就是完全让朝鲜契合，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推动着无核化的进程一个速度方面，韩国呢就有一点好像有点迫切感，想走得快一点，美国呢就是要坚守原则，在落实无核化之前呢绝对不能就是解除对朝鲜的制裁。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美国呢是把你逼到没办法了所以要无核化，对。韩国呢你这样逼的也不是一个办法，对吗？你这个反弹会更厉害，所以说呢你多少放一点，对，然后呢再让他们无核化。当然无核化的目标是一样，问题是这方式过程是怎么样，方式跟那个理解的一种认知上，对对对，在韩国就是有点接近那个王毅所说的一个同步进行，然后阶段性的分阶段的同步的，然后美国就说你做完了以后把无核化的把那个核武器都废弃掉了以后我们再解除制裁。过去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看好像北韩方面有一些表态，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表态，是吧？对，因为这个当然他说了嘛，你找专家来验证我这个分析里是不是真的炸毁了，然后呢如果说是
有一些表示的话、嗯、那么连这个宁边的这个核设施也可以想办法给除掉、嗯、是，但是呢美国不是这样，美国说你先弄完了以后再跟我说，是啊，你别说有了什么一些回报以后你再慢慢开始、嗯、那么以前美这个特朗普总统总是强调过去的美国政府给了那么多、嗯、到头来呢你还是一样，所以说呢他要先看到你都这个毁了以后我再想办法、嗯，那么北韩说了我都回了以后你再出尔反尔的话，那我怎么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总是这个解不开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些有一点就是说他们要促成第二次特进会，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无核化怎么进程，那他们要谈才可以啊，就说那个美国的朝鲜问题，这个特使呢叫比根，哎呀，朝鲜的副外相叫崔善基，对啊，他们家好像说我们要谈呢，他好像是双方就是一方要谈一方要再推，是这继续推迟，好像是中间好像是大原则是无核化，这边美国朝鲜韩国好像是对这个大原则呢都没有异议，只是在细部的过程进展这方面上一次那个访问平壤的时候，比根访问平壤的时候崔善基就不在，是吧，而且前几天前呢就说那个韩国的外长还说要解除那个524措施，就是天安门以后的对北韩制裁，那美国就反对的声音，是吧，因为这个自从这个蓬佩奥访问了北韩以后呢，到现在呢，这个除了这个纽约渠道那种私下的接触以外呢，一般是停了。本来美国的计划是这样，蓬佩奥过去了以后啊，虽然是没有见到崔善基，但是呢在维也纳那边已经说是双方要见，但是呢这个北韩就一拖再拖，因为北韩知道这过去了的这个问题结果不太好，所以都没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比根又跑到这个啊那个崔善基呢又到俄罗斯去举行这个跟中国俄罗斯三方会谈，是，然后比根他也跑到这个莫斯科去，跟这个在莫斯科外交部呢又进行磋商，这个变成了一个外交战。那么现在呢就是想拉拢，对，大家都想拉拢。那么这北韩呢过去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能在缓解这一方面 啊你多出点力。那比根这次去呢说希望你们还是要保持这个这个制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你要遵守。所以目前这个问题呢闹得越来越僵，而且呢跑到外国就变成了一个外交战，不是这个美国和北韩之间的谈判。看来啊就算好像是过去的形势对北韩的一些制裁措施呢就是国际社会的一种一条线的方式来那个压这个北韩。那现在来看呢好像是韩国主动就是说要招一些西方国家或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逼美国的感觉。哎呀就是你说的没错，就是文在寅这次访问欧洲哈，尤其跟马克龙的这次会谈呢，他特别提出这个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呢，有助于促成和加速朝鲜的无核化进程，他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但是不只是文在寅总统这么说，现在是中国的王毅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方面，中国跟俄罗斯说的可以理解，因为是他们是一对，或者是另外一个是有一对的。但是呢，这个韩国政府主动向美国，或者是法国，或者是英国这么主张，也许是对美国的特朗普来讲说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意思。对对对，这肯定不太舒服。可是呢，在目前呢，我刚才也说了这个。总是这个英国和法国呢是站在美国那条线上，这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一次不是举行了这个跟法国举行了这个韩法的这个首脑会谈的时候，然后不那么发表了这个共同宣言嘛？这共同宣言里面呢一共有21项内，26项内容。那这里面呢我们主要，但其他什么又合作啊，又什么经济啊，又什么这个不算的话呢，我们可以看注重有两点，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所谓的 CVID， 就是完全可以用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无核化了，这个放在里面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韩国总统文在寅虽然提了缓和对北韩制裁，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法国政府的立场呢还是要先实现无核化再说，还是站在美国对对对，有这边。还有一个呢，韩国政府就是像这个文在寅政府呢，他希望能借鉴这个欧洲一体化和这个欧洲这个煤钢共同体的模式，构建所谓的这个东亚铁路共同体。那么东亚铁路共同体要怎么样构成呢？那么
如果说是韩国，然后在过去，然后跟这个什么中国也好，俄罗斯连起来的话，中间有一个，先要解决这个制裁方面的问题才可以。那么这中间这边是谁呢？那就北韩了。对，那你不是已经举行了这个？就是要那个要举行这个开工仪式嘛，那个所谓的对接和这个现代化的十月底啊，对十月初啊初，不是已经决定了吗？刚已经敲定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希望欧洲国家呢能在这一块也能得到支持哦。可是问题是什么？你这个对接也好，现代化工程也好，你这个要有东西进去嘛？嗯，比方说什么钢材，嗯，对吧？钢铁还有一些什么重型的装备、对，还有甚至连什么石油等，这需要的。嗯，然后呢，还有庞大的资金，嗯，你都要投入。嗯、那这个呢，是不是违反这个安理会制裁了？对北韩制裁对吗？这可能会违反了。是，对我们说这个人道主义，我们说什么金刚山、什么离散家属，这个当然是要给点钱，但这个呢，好像。因为是人道嘛，也不会触犯。这个问题是这个合作项目需要，而且这个数字是天文数字，很大一笔钱。所以这个，所以他文在寅提出这个呢，就是跟那个缓和对北韩制裁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有相关的。就是你如果说是在这方面得到支持的话呢，那么韩国的一些物资就可以进到这个北韩，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呢再发展其他方面的。所以说。这一次去啊，我们重点就是看到这两个，就是说希望能在缓和这方面得到支持，然后呢就是有关铁路对接这个，但是呢反应没有那么积极。对，这次啊就是去法国，我一般我们总统这个出访的时候我们都一般说经济外交，不过看来好像这次经济外交提的不是很多没有哦。那现在我们现在第一站地就是法国来说嘛，那你觉得法国主要访问的那个意义还有目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像刚才我们的徐老师谈到的哈，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这希望在放缓对朝鲜制裁这方面啊，希望能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像法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种这些重要国家的一种支持。然后呢，好像现在就是在于美国在这个无核化这方面呢，有一些看不见的很微妙的一些摩擦，希望那一些得到更多的一些友军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哈，我们是14号开始，这个文在寅在那个法国访问，当晚呢，他在巴黎呢会见侨民，开一个座谈会，然后呢晚间还出席了，观看了一个防弹少年的演唱会，那边呢还有法国现在成了那个欧洲的韩流大本营了，还有那很多人都去观看那个防弹少年，除了这个防弹少年之外呢，还有一些韩国的什么。一些就是传统这个音乐这表演艺术方面的表演，所以是这个呢是让韩国人就是很这感到很就是 很骄傲的一个事情，因为法国毕竟是一个文化大国嘛。对呀、啊。然后这次呢，我们另外受到关注的是文在寅这次是国事访问，然后他是在凯旋门那边个有一个非常隆重的非常隆重的一个马匹啊，还有这些摩托车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让韩国人很长脸。对啊，我也第一次看那个欧洲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当中有这样的交通管制来进行这样的仪式啊，那您觉得这个法国总统跟文在寅总统不是共同进行了那个联合招待会吗？记者招待会啊，对对对，那这个您怎么看呢、啊、这个里面的内容或者气氛呢？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个一般国事访问的话呢，其他一些什么合作项目了，这事先都已经有了磋商，然后呢这个在这些方面呢其实是可以说是这个一般性的，就是你到哪个国家都会有签这些什么备忘录也好，怎么样也好，所以说我刚才也说了，这主要的呢，当然在这些各个方面的合作，有什么要应对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了，或者在这个生物工程方面也好，什么在什么其他外交安全，这现在呢，这个文在寅总统这次访问欧洲呢，那么最主要的呢，
可以说是为了半岛问题，就当然在经济合作也很重要，现在目前呢世界各国都在谈，主要谈的还是经济问题，那么大经济外交从这方面走，但是呢因为半岛呢因为总是有一个安全问题在这里，所以说呢刚才说了把这两个希望能得到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些支持，所以其他那些二十多项呢其实你一般到哪个国家去都会签那么多，签几十个啊，所以因为而且是国事访问嘛，对啊，所以呢这一次呢不管是国事访问还是正式访问，你到什么这么意大利也好，比利时也好，丹麦也好，总是会谈这个问题。而且这次那个法国的那个联合声明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是跟那个核发展或者是核产业也有关系的，法国也是那个核技术的。对对对，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韩国政府现在这有点本来说要去核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多少有点矛盾，但是现在呢好像政策好像多少稍微有一点变化，好像是主要是谈那个核的和平的利用、安全的利用，对对，大概是有一个这个重点放在这里啊。那我们第二站地就是意大利，先谈一下那个意大利，好的，那个梵蒂冈的事情。好的，文在寅是在16号晚间从巴黎飞到罗马去，然后17号呢是会见意大利总统马特雷拉一起共进午餐，进行午餐餐叙，然后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孔特进行了一个首脑会谈，然后17号那天呢，在有梵蒂冈的国务卿，帕罗林，在那个圣彼得，举行了一个为文在寅总统举行了一个弥撒啊，文在寅夫妇呢参加了这个弥撒，然后呢，18号。他拜会这个教宗转达金正恩对教宗邀请访问朝鲜的一个事情，也是挺有趣的，因为是文在寅总统啊，就是韩国总统转达金正恩就是朝鲜领导的一些邀请，就是说他不是说那个传达那个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那个房继哥访完那个北韩的事情，那你是怎么看？这不是有点怪怪的吗？就是又不是那个金正恩直接邀请的。这个，因为韩国政府一直说是要扮演所谓的桥梁角色嘛。那你上一次不是那个就是南北韩的这个平壤会谈以后呢？那么还是不管是找谁也好，把这些内容呢是转达给这个特朗普总统了嘛？所以说呢，现在韩国呢是要在这些国家的中间要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所以说呢，那么上一次去平壤的时候说，既然提到了这个教宗的事情，那么说是啊，好啊，那么就我就热烈欢迎，那么再说那好吧，那我就这次反正我要访问梵蒂冈嘛，那个时候我去帮你说一说不过这不是给那个，但是很多人当然这个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有的人说他又不是什么，那为什么要把他的话，把这个北韩的话要传到那里，好像是代言人对，你贬低身价的样子，有人是这样说，你可以直接对吧，你金正恩可以直接就发函也好怎么样好，你邀请就好了，他不是很会写信吗？因为可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北韩也不能说是这个怎么样拿这方面来邀请，所以既然说是这个文在寅总统说要去，那么顺便带个口信，其实说要带口信呢已经都决定了，所以呢这个已经在报章杂志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是第一个，文在寅总统他本身是天主教徒，所以是他跟那个梵蒂冈他有一种非常一个深厚的一种关系，所以是这种邀请的，假如是金正恩自己说呢，也许呢你就是邀请到教宗访问朝鲜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但是通过文在寅这一个说客来说的话呢，应该他这个几率也反而会增加一些，不过这是给那个赵总的一种压力啊，那赵总因为是有人道主义原则，那他可以不去，不过不去的话样子也不好看，去他要面对很多问题要解决，
不过那个不过我们的以前前总理现在是这个民主党的那个主席哈、那个叫李海赞、他说他听说了教宗呢、对于访问朝鲜呢非常感兴趣，很有可能会成行。哦，很有可能。那好啊，那第三战地就是比利时吧。比利时参加的那个第十二次那个亚欧首脑会议。对对对对对，亚欧首脑会议主要是应该是亚洲跟那个欧洲的经济合作或者是文化交流，大概这样的内容吧。不，对，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在欧洲举行，也是在亚洲举行一次。然后呢，文在寅呢预定是在这一次的亚欧首脑会议上有一个演说。然后演说呢，还是像徐老师像刚才介绍的一样，我们希望呢，对于介绍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他访问朝鲜三次的一种经过，然后呢，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他要契合的坚定的决心啊，希望获得欧洲领导人这些欧洲国家呢，对于缓和对朝制裁的一种支持啊。然后这我想是这个重要的。我想在比利时这次这个哥本哈根出席这个亚欧峰会，应该是重头戏。有了这个以后呢，才安排说是要到什么法国啊、什么意大利啊、什么丹麦啊、其他国家。那么刚才这个刘记者也说了，因为他是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所以说呢，既然访问了意大利的话呢，就顺便到梵蒂冈去。大概是有这么行程在这里。那么主要什么呢，就是在丹麦出席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这个绿色增长伙伴关系这个峰会以后呢，这个当然这个在那个丹麦 在亚欧会议，然后呢他在丹麦呢还要出席一个这个刚才说的全球绿色增长这个伙伴关系峰会嘛。那在这之间，在比利时结束了这个峰会以后呢，他还跟这个英国的这个首相还有这个德国的总理要举行这个双边的一个会谈嘛。那么在这里呢，我想也是一样的，还是跟那个一样，就是说因为目前到我们这个在播音的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进行会晤，但是呢进行会晤的话，谈的问题刚才除了一些什么合作方面以外，还是会谈这个半岛北韩的这个无核化，还是会契合的那个问题。对，还是在那方面，因为这个英国也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我们先预测一下，那英国特拉萨梅的发言会不会给我们一种带来一个新的机遇什么的？他还会强调那个 CVID 的吗？我想既然那个马克龙在说就是说会支持你们对于就是半岛进程的努力啊，但是也还是要强调 CVID 嘛。我想那个梅阿姨的意见应该跟马克龙的意见应该差不了多少。因为是那个美国跟英国是特殊关系，一般英国都是跟着美国走，而且美国也跟着英国走，所以商边之间的一个关系上不会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其实德国因为德国呢，他们也是过去也是分东西嘛，对然后实现了统一，所以呢他对这个统一这一方面呢这很有关心的。对，问题是呢当然德国是通过这个十几二十多年的努力以后呢，慢慢这个柏林围墙才倒塌的嘛。但是这南北这个关系里面呢，看起来的话跟过去东西德是不一样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当然这个在这个北韩的核问题上呢，我想因为德国可以说是在欧盟国家里面呢可以说是排在最前面的嘛，相当有影响力。可是呢在这个核问题方面呢，我想德国还是一样也会排在这个美国这边，所以说呢我想对这个所谓的先缓和制裁这一方面呢可能也不会说做出呢正面的公开的支持。所以现在重要的是什么青瓦台就说了这个到这些欧洲这么多国家一起开会的时候谈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果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才起先也说了，如果真的是北韩采取一些实质性的再进一步的措施，说不定也会在这方面的有一些好的结果会回来。其实这次那个欧洲巡访啊，就是说短短九天的时间里头那个访问了不少国家，尤其是也访
败回了那些招种的一个事情，都是为了就那个半岛无核或者是弃核或者是非核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交流当中有暴露出了一些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摩擦或者是温差啊，就是美国的立场和韩国的立场有所不一样，但是呢希望是这个半岛的无核弃核的一个共同目标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成果。好，今天的视角点节目就为了这个到此为止，谢谢收看，下次见，再见。